互相交底，能不能交底？能不能坦诚相见？蔡志广，你有任务吗？啊？什么任务？哎，咱俩找个地方，找个，走。你先说你明天。哎，这样老师呢？快进！哎，你明天要干嘛？姚晨，老师，姚晨老师，请你出去。姚晨老师再出去，姚晨，不要来跟我。姚晨，你干嘛？你在？哎，我没让，非常的发现。哇，姚晨拿着。快走！你快走！姚晨老师。你快走！我说怎么三人摄像机进来了？这是个高手啊！他假装摄像老师混到里面去偷听秘密了。哇，这个厉害！你是哪一组的？你怎么就靠过来了？对呀，不要套近乎！我不是这套。嗯？我把这边画一下。好，谁不会画似的？啊，那你就在圈里站着吧。就你会、我再画一个。什么鬼东西？我要回去了。他们肯定有秘密。哎呀，太假了！听我的啊，给我假进来，啥意思？进我屋里边，我是屋的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这屋的爸爸。我是这屋的孩子。我是那屋的爸爸，偷的。笑什么玩意儿？你看，你看，我吃了一下，对了，爸爸，闺女，然后我就骂了。